接下来我们要进入澳洲特区，来看一看他们的运气如何，他们谁能够成为今天的创意起舞星呢？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。欢迎回来，这里是湖南卫视2013全民创意舞蹈脱口秀起舞飞扬的现场。现在的比分是2-2，最后一轮到底谁可以成为今天的创意起舞星？运气好的话哦，杨林老师这一队还可以跟小泉老师队打成平分，但是如果他们 out 掉了最高分的香姐，我们的加油大使可能就要与今天的第一名无缘了。接下来一起来看看他们到底会 out 掉哪一位老师。上次也是你，上次我没奥特你、啊，没奥特我、哦、啊。对啊 ，OK。因为陈老师现在是第二次来嘛，我想分数应该比较低，所以我就最后拿到的分数是299分。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杨林和胡夏队，他们会奥特掉哪一位老师呢？黄豆豆老师，哎呀。告诉大家呢，我们的胡夏和杨林队他们拿到了298分，而小船和沈梦辰队拿到了299分，所以第三轮获胜的是梦辰小船队，恭喜他们以3-2的成绩取得今天的胜利，要恭喜所有的队员成为今天的创意起舞星。再次把掌声送给杨林老师还有胡夏队每一位非常优秀的舞者，谢谢。那这里我们要恭喜沈梦辰成为创意新舞王，恭喜我们的小泉老师成为我们的创意编舞王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将会继续给大家奉献非常好看的年度盛典，下周4晚10点继续收看我们的起舞飞扬，下周见。